们起来大家好，我们进入弥赛亚一章话语是，当我们的身体升到一个天上，已经开始紧张身体保持上时，上帝自然留下来保持我们呼吸。当我们的人打算病脚趾头下去，这脚趾头一个一个放在他身上，双膝三臂膝盖骨向上提升，大腿肌肉收紧，臀部肌肉收紧，双手抬开，大拇指向里伸，保持身体伸直，调整一下呼吸。我们深深吸气，双臂向上翻，大腿两端掌心下面，肩膀肩腰腹部肌肉收紧。再次呼吸的时候，我们膝盖弯曲，双臂部的肌肉我们收缩，双肩收紧，双臂和腰部以上的膝盖尽量向上伸展开来。保持平稳呼吸，双手打开或者合上都没有关系，尽量做到让自己身体以舒服的位置。扩张胸部，强化腰部，塑造四重大腿。三、二、一，深深吸气，呼气的时候身体起身。将双手放回，活动一下你的膝盖，伸向我们的肩部，回到我们的正身边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的话语是在这里结束。